与烈火英雄并肩救援，消防车的作用有多大？此外，曼恩远程供水消防车、曼恩 A 类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、曼恩抢险救援消防车也各具特色。同时，基于曼恩底盘的抢险救援消防车还可配备液压切割设备、液压吊具、回收设备、转盘梯或空中救援平台等救生配置。去年11月底，全新一代斯堪尼亚工程车底盘在上海宝马展首发，并带来了 P450 多功能化学洗硝消防车和 P320 抢险救援消防车两款车型，标志着全新斯堪尼亚专用车底盘进入中国市场。据介绍，斯堪尼亚引进中国市场的消防车辆包括水罐泡沫消防车、登高平台消防车、云梯消防车、防化洗硝车、抢险救援车、机场消防车等多种车型，